大家好，我是 Cat， 我的玄关宝藏好物篇又回来啦。有了这些小东西，无论外出还是回家都幸福感满满，一起看下去吧。看是不是像个中古包，其实打开后是个多层眼镜收纳盒，六副眼镜任我挑选，每天不重样，谁也不会失宠哦。而且里面是绒布面料，不用担心画上镜片，出门旅行一秒收纳，还不占空间。进门处我装了一个法式衣帽挂钩，三个小圆头都可以灵活转动，回家随手的包包、口罩、帽子通通交给他保管。墙面上奶乎乎的置物架我特别喜欢，里面收纳一些常用的出门小物，手办每天不重样，连花束都可以有新鲜感，感觉把春天种在了我家墙面，每天回家都是好心情。我建议大家都可以在鞋柜里留出一个，装上这种免打孔挂钩，钩子可以随意挪动，用来挂出门的发带和帽子，真的一目了然，而且方便顺手。精致女孩的鞋柜不能少了这个随心贴，它的粘性很好，捏起来是软绵绵的感觉。鞋子大了可以贴在前面当半马垫，高跟鞋磨脚就贴在鞋尾处，能瞬间缓解脚后跟不舒服，贴上它踩上去就软软的。之前被传染了脚气特别痒，家里人就给我买了这个脚气膏，一天一次，我用了一周就完全好了。里面有连本边座，不同程度的脚气它都能治。我很喜欢的是这个头，对准位置擦起来很方便，手不用接触到也比较卫生，不会交叉感染，而且小小的，每个地方都可以照顾到。我准备再用一两周巩固一下，免得复发。我用强力胶在门口装了一个免打孔挂钩，它是隐藏式的，雨天用过的伞可以直接挂上去沥水，回家的重物或者送来的外卖都能挂。前几天发工资，奖励了自己一个非常神奇的智能锁，因为它可以人脸解锁，这样就算回家抱着一堆快递也不用各种翻口袋找钥匙，看一眼门锁门就会自动打开。独居女孩也不用担心，它是 3D 人脸识别，用照片视频都开不了门，即使晚上楼道黑黑的也能刷脸秒开。睡觉前一键反锁，对女孩子来说真的安全感满满。天气变炎热了，女孩子外出防晒一定要重视起来，小心加速衰老。我专门放了一支防晒的玄关，提醒自己出门就擦，因为每天都要涂，所以我用的是这种大碗又不贵的，成分很温和，擦在皮肤上润润的很清爽，主要是全身擦都不心疼。精致女生出门记得带上它，随时补涂哦。门口我放了一个多功能小刀，打开后前面尖锐的鞋口，拆快递轻轻松松，轻轻一推秒变一个小剪刀，剪东西也很丝滑，小小一个随身就能带上。家里翻毛皮的鞋子是不是超级难打理，我要给你们推荐一个神奇的橡皮擦，哪里脏擦哪里，来回几下鞋子上的脏东西就神奇的不见啦。有了它每天都能穿新鞋，是懒人就不能错过这个超长的穿鞋神器。有了它不用弯腰也能轻松穿鞋，鞋子后跟再也不会因为硬穿而踩变形啦。吸在门上用起来也很方便，这个可爱的小熊其实是个磁吸备忘板，平时写上第二天要做的事情，这样出门时就不会忘记啦。很贴心的是笔也能吸在旁边哦，这次让我家酷酷的全身镜也渐渐铁粉了。镜面的角度是可以自己调节的，出门美不美就看它啦，而且它底部自带滚轮，力气小的女生都能轻松拖走，家里任何地方都能成为你的拍照角。 No， 我发现了一个超级可爱的出行水壶，容量特别大，够喝一天，背上就能出门，吸管藏在里面很卫生，谁还不是个宝宝呢。玄关处我还放了一个软糯糯的换鞋凳，凹面的设计做起来很舒服，主要是奶油色和我家实在太搭了，偶尔充当一下餐椅居然也很好看。最近天气变热，棉拖都要收起来了，换季的鞋子我都用这种热缩膜保存，套在鞋子上用吹风加热，它就能自动成膜，这样防尘防灰，第二年冬天拿出来就像新的一样。家里的遥控盘有灰也可以用它哦，一个温馨的家少不了可爱的入户地垫，门里门外各铺一个，材质都是这种户外丝圈，可以把外面踩的泥污全都刮蹭下来，这样进门就干干净净的，主要是铺起来温馨有爱，氛围感超好。这样的玄关方便又好看，一整个爱住，喜欢记得点关注哦。下期想看什么欢迎留言。